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杰里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娃哈哈营养快线幸福牵线赞助播出。送走了2013，迎来了2014，爱宝走过了整整3年，我们来到了第4个年头。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从周四一播变成了周三、周四2天连播。首先，我们认识我们的情感观察员们，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周老师，双语节目主持人演员陈振飞陈老师，欢迎陈老师。青春文学作家凤凰雪漫文化的总编辑饶雪漫饶老师，欢迎老师，掌声欢迎。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他。2014，我们的节目全新上路了，谢谢大家。今年新气象，我们的节目变化是什么？嘉宾朋友转门打开的时候，在他们的身边都有一口箱子，在这口密码箱里放着嘉宾朋友内心深处最深层次的秘密。当这个秘密打开之后，也许他们的情感走向、爱情走向会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又碰到了怎样的困惑。今天我的造型还可以吧？法蜡是我刚买的，感觉效果还不错。嗯？什么？你们早上不会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再出门吗？ No. 那我来给你打扮一下吧。哎，别躲啊！ Oh, no. 别躲啊！别躲啊！我都不知道他一个男孩子整天弄这些有什么意思，比我一个女孩子还要细致。他要是再这样子，我肯定和他谈不下去了。就因为臭美，所以女生要跟他分手吗？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来，掌声请出这一对。男主人公小天23岁，来自上海，是一名销售经理；女主人公小燕20岁，来自上海，是一名酒店前台。来，有请，有请两位。我们走来的嘉宾朋友手里面各提着一只密码箱，在这个密码箱中藏着一个他们没有告诉彼此的心灵深处最深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你们愿意在事实的时候公开它吗？我也愿意。两位都愿意，谢谢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3年前吧，在网络上面相识，但并没有过多的接触。直到有一次，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不约而同约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在游乐场里面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的臭美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都忍受不了呢？我看还好喽，小伙子。他现在臭美就是让我觉得他爱自己那张脸比爱我还要多。比如说我们每次出去约会吧，每次都是我等他，每次他都要迟到1个多小时。哥们儿，你在干嘛呢？其实我是真的在乎他，所以我想把自己比较完美的一面呈现给他。你说说你为了完美做了哪些准备？比如我每次出门前我就必定要洗澡，10分钟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没有，他哪要10分钟？你知道他每次出门他洗澡，不不不，每个人都要洗澡，对吧？这我得解释。什么牛奶浴、玫瑰浴什么的，他每次还必须在里面待满1个小时，说这样才能浸透到他的皮肤里，这样比较好。行，反正我们看一下，一般洗澡大概几个步骤：冲水、洗头啊，搓一下，然后我比较喜欢泡澡。哦，你是泡澡啊？因为我皮肤比较干燥啊，所以说像泡牛奶浴啊，对皮肤会比较好。泡完之后就出来就好了嘛？不，泡完出来这皮肤也没有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啊。那要出来你得先浑身精油抹遍。男生还涂精油？这很正常啊，精油涂完因为它会散发嘛。那接下来你还得涂一层身体乳液，然后这就散步了，身体得到放松了啊。然后接着做个面膜吧。还要做个面膜？还要脸得放松？这些都是我网上研究多年来的心得。好，结束了吧？没有没有，做面膜我不喜欢做那种贴脸上，我喜欢
就是像这种海藻泥啊之类的缩小毛孔啊，这我都不懂。就是说，所以比一个女孩子还多，只能证明你女汉子，好吧？啊，好，接着说。然后你清洁得到位啊，因为不能留一点点污垢，这样会堵塞毛孔啊。接着，那你得做个眼霜什么的啊。像我们现在加班啊，还有就是晚睡啊，很容易起黑眼圈啊。你多大？23。你这样，你置我于何地？你这个年纪，你就全套的要这样，你是不是需要我每天都躺在美容院？我也躺。他一直上美容院做脸，每个礼拜都要去。这个算完了吗？没有呢，还没完，还得脸部精华啊，然后化妆水、保湿霜、防晒霜啊，最后再涂一层 BB 霜。哇，他之后还有呢，啊，他还开始修修自己的眉毛，涂个润唇膏什么的。你不涂润唇膏啊？那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每次都跟你说吧，你晚点出来。那我在家里也是等你啊，因为讲好出来的呀。好，让我等也就算了，因为他第一次跟我闺蜜见面嘛，然后他那天还是迟到了，他5点钟下班，我约他7点在他就是下班附近的地方吃个饭，2个小时，我觉得总够了吧。这件事我提前跟你解释过了吧，我5点下班，换好衣服我下去，看到美发店嘛，我想进去做个发型嘛，然后做好以后，那店员跟我说，你做个离子烫会更好。我想想也是哦，是，就省得我自己吹，以后可以快点跟他见面，那就一次定了吧。您这奔夜里12点去的吧？没有，他那天晚上10点钟才到，差不多，我们等了3个小时。哎，姑娘，我觉得你就知足吧，幸亏是美发店，要是一整容店，你等好几年呢。那还是说回闺蜜吧，闺蜜没走啊？没有啊，就本来这次就是约她出来见一见的，啊，然后她就是迟到这么久，她一点也分不清哪个比较重要哪个不重要，想到什么就什么，她太不守时了。她后面跟我闺蜜草草见了一面，闺蜜后面就跟我说嘛，你男朋友是长得挺帅的，但是这个人就没有礼貌啊，让我们等了那么久。还有什么因为他臭美让你受不了的？他自己在网上花了7000多块钱买了个自拍神器啊，然后就整天吃饭也拍啊，喝个水也拍啊，然后晚上做面膜的时候他还拍。你买照相机不就是为了拍，你又不能拿来吃。有一次在路上那么多人，人来人往，他站在那让我帮他摆拍。这么多人看着他，我觉得那时候好尴尬呀。然后我们那天还约了人的，人家在那边等着，10分钟的路他要拍半个小时，他走不完。我这个人比较注重生活的细节，我喜欢跟朋友分享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嘛。编导给我看到几张照片，我们看一下好吧。下面截掉了。什么样子的照片啊？就光着腿，那男人就上面穿睡衣，下面光着腿，还敷着面膜，这样仰拍。他传到微博上，很多女的给他留言，然后就慢慢加，还去加那些女的 QQ。你跟人家说你 QQ 多少人？人家加我的，又不是我加人家的。那你 QQ 多少人？1000来个女的吧。有个女的，北京人，在国外读书，从美国回来嘛，她不是直接飞北京，她先飞到上海给她带化妆品，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还不够，还去夜店玩。又断章取义，我真的很搞不懂你到底怎么想。啊，那天我朋友过来，他特地飞到上海给我带的护肤品嘛，因为我脸过敏了，起小疹子，然后他给我带护肤品，我总得请人家吃个饭吧。你有男性朋友吗？有啊，很少。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当然女性多了。人家在问我，女性稍微多点儿。大概比例是5:1吧。我跟所有人都说我跟他是很恩爱的，然后我就叫他一起去，他就白我眼睛啊，然后就丢一句，你就说你女朋友撞车了。我就觉得他很莫名其妙，我只不过去接人家一起吃个饭而已，你为什么不陪我去？我就想吓吓他啊，我就说你去不去，你不去我们就分手。然后他就回我一个字啊，滚。我就想着吧，男人应该大度点，我就走了。吃了一半，本来吃的挺好的，他一个电话来了啊，你在哪儿？我也要过来。车祸出到一半，你飞过来呀？你真跟你朋友说他出车祸了？不是啊，他叫我这么说，还好我没说啊，我就跟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在家里休息嘛。接着他硬要过来，我说你别闹了，前面我还跟我朋友说你身体不舒服呢，你现在就人强马壮的过来了啊？那他那天去了吗？他没去，这就差不多了吧？还
还没结束呢。啊，我现在就觉得他爱美嘛，严重到不重视我父母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去吃饭，然后我爸妈也很重视，就问了他很多问题，然后他就是慢慢的有点不耐烦了，中间还拉我去我房间问我什么时候能结束呀，我约了做脸，我时间快到了。真的，我很重视这件事。过去以后他父母就开始像调查户口一样，而问你家几套房，你家几辆车，我都有很认真的回答。然后到后面就不对了，从上海的发展到中国的未来，能绕的都给我绕一绕，我不知道怎么聊，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正好就我前面说过，我那段时间皮肤过敏啊，然后我妈给我办了那个美容院的季卡，还得专家提前预约的，那天正好给我预约了。你后来去做还是没去做呀？我被他关房间里了。把他关在你的房间里面，你父母怎么想的？就以为他是困了，累休息。就本来是一个臭美男，后来发现身体不好，谈谈话累了得休息。哦，我不臭美，我觉得我这样挺正常的。你哪里不臭美？主持人，你看他的手，是不是像个女孩子的手一样？挺细致的啊。就有一次我闺蜜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做了指甲，然后她听到以后说她也要去。我一开始说她要陪我去，结果那一到美甲店，她做的比我还要快，手直接就伸出去，还问人家姐姐，你觉得这样子好看吗？什么什么的。不是我问的，是人家说，哎，你的手保养的真好。人家赚你钱，当然说你手好。那人家怎么不说你手好？哎，新顾客得拉拢一下。我是老顾客，他新顾客。那店我妈老带我去的。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男的吗？哎，等一下，我特关心你妈。你妈是一特有意思的人。我小时候长得比较像女孩子，我是跟我妈进女浴室，就很小的时候。然后你到多大才回到你自己的男浴室的呢？大概懂得我是个男人以后。那得挺大的了吧？三四岁，他臭美给你带来的最不能接受、最不愉悦的事情是什么？有一天下班特别晚，然后我就碰到那种喝醉了的男的，然后不让我走，我当时很害怕。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结果他直接就把我电话按掉了。为什么？我那时候正好在做面膜嘛，我是躺在床上敷，然后不能说话不能笑，然后我就看到他来电话，然后我就按了。我有微信问他，我说怎么了，有事吗？我说我做完面膜给你回电话，然后他也没回我。过了两个多小时他还没回，那我紧张了，我就打电话，他说你让我太失望了。我觉得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不在我身边。我根本不知道啊。这个遭遇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生活常识，有困难找警察最靠谱。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去，哪有看着自己的女朋友在外面给人欺负不过去的呀。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男生很喜欢保养，但是女朋友觉得我被忽视了，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办？接下去你们要出主意，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一出门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两个半小时吧。然后你回到家里以后你还要再洗一次澡吧？我每天要洗两次澡，最起码一天就花5个小时。家里就洗个澡而已，晚上做个面膜就没有涂再太多的东西，没有全套的对，晚上回去比较累。一开始的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你把你的女朋友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实际上面如果你重视她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迟到呢？其实我有跟她约晚一点，她一定要早一点，但是你没有办法说把你的保养的时间缩短一些啊，我已经尽量去掉很多步骤了。其实真的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如果说女性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男性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分手。我想大家可能对于自恋这个你们不是很了解，自恋的人很痛苦的，因为他很喜欢自己，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东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他可以给他找到100个、1000个甚至10000个理由。你会通过镜子来看自己，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任何人会用你和镜子那么近的距离去看你，那除非就是你的女朋友。很多的人在看你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你，不会在乎你脸上是不是有一个痘痘，是不是有一个皱纹，但是你自己非常的在乎。可能你的人生当中，你所得到的所有的最大的肯定都是这个男孩好帅啊，对不对？或者说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关于美，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心理上的调整。如果你把他带出去，他今天没有像这样打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打扮，你会不会觉得丢人？他不会。那你是不是希望他能够每天有多2个小时不要泡澡用来陪你？对，我就是希望他是希望是这样。其实你的人生需要更多的肯定，你就可以从这个自恋里面，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这种喜爱里面走出来一点。如果说当男人比女人更爱美，
女人比男人更好斗，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一个男人对着任何一个反光体都会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用鲁迅的话来说，那简直无法想象。没错，这个世界变了，男女平等，女人可以爱美，男人也可以。包括像一些护肤品也推出了男士套装，正常的保养自己，捯饬自己，使自己更整洁，对别人是一种尊重。更何况我们听男生说，他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把自己当女孩子养的过去，所以一切似乎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花大部分的时间来捯饬自己，他多半是没有时间来修养自己的内在。就像《红楼梦》当中袭人说，宝玉整日不习文，不学武，又不爱见人，就知道在丫鬟堆里闹。我注意到男生的学历是高中，我不是说我歧视学历，你还年轻，你才23岁，你出个门回个家花个5个小时，你哪里有时间来修饰自己的内在呢？一个男人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本事，养家糊口，或者是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赢得对方的尊重，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你那张面容。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就是、不管兴趣爱好，我说了一点都不反对你美，但是如果绣花枕头一包糠，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边干不出什么东西，你觉得你还美吗？没学问没本事就知道臭美，你说你还美吗？如果说10年之后，打个比喻，跟你同龄的人也是23岁，有一部分人花时间在自己的内在的修养上，10年之后他看着比你显老，但是人家有一番事业，你10年之后虽然依然貌美如花，却依然还在做个销售员。我有两家店。你有两家店是你开的吗？是我爸给我开的。那不就是了吗？你连化妆品现在还要靠你妈的钱。我只是觉得如果在不在自己觉得该享受的年纪享受，管你，你还又错了。我一点都没反对你美，我只是说在外表修饰的同时内在要跟上，我是真的为他急，你知道吗？如果男人又帅内在又有学问，你说说看是不是更讨人喜欢，更赢得人尊重？审美的最基本原则，真善美，所谓的真是要真实，要独立，所谓的善是要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最后的那个美才是你身上真正的特质的美。如果你只有外在的这一种美，我只能说在花坛锦簇的背后堆的是一堆废物。所以说如果有朝一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阳刚的男人，赢得别人尊重的男人，不光要外面美貌如花，内心更要渊博，更要深厚，这就是我对你的建议。我觉得他身上有现代年轻人的一些特质性的东西，比如说爱自己，爱享受，爱美丽，那都是要把那一面爱他，对，还有爱他啊，展示给别人的，这个倒特别让人感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又让人觉得唏嘘，因为生活不仅仅是这些东西。要记住一点，女朋友比他们重要，女朋友生活到底什么是你要的，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大概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说实话吧，我很想跟他说你这样管着我我很累，我也知道我这样令你很累。他的缺点很多，像星星一样，他的优点很少，少的就像太阳。但是对我来说，只要太阳出来，星星就全都不见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缺点。我是很喜欢你的，但是你这样暧昧让我觉得太没有安全感，让我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我希望你可以为我做出改变，那我们还是能好好走下去的。请亮灯，来，两位请把你们心里的那个秘密交给对方。
我们的这个数字大楼的外面碰到他，他就问我，他说您是主持人是吧？他说我是你们的第一对嘉宾，我真的很在乎我的女朋友，我真的好害怕失去她啊。我们看到了她身上的一些东西，接下来投票特别特别的简单，你看好他们能够在一起呢就选赞成，你觉得哎呦太难了就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73.91%的观众还是看好的，我们来问一问看好的理由。其实我觉得男人应该多包容一下女人啊哈，毕竟男人他应该要大度一些啊哈，所以我希望他少做点改变。这种男孩你会选吗？我不会。为什么呀？我觉得男人最美的还是内心啊。他要是内外兼修的话会不会很好？会。来小伙子，我不太好，我觉得一个男人首先应该在女孩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另外就是说不接电话啊，再一个就是说男人能吃苦我觉得很重要，不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就放在爱美上。所以他不看好，这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观念。我们说这些都没有用，重要的是人家两个的选择是什么。当他们打开那只密码箱，看到对方深藏在心里而又没有告诉的你的那段话的时候，他们会改变吗？一起来数五个数，5、4、3、2、1，请开门。来，这应该是他的箱子对吧？这个里面到底藏了一个怎样的秘密，让他就能出来了呢？这个不同的人啊，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箱子里的东西，然后喜欢这个爱美的男生。到底什么？他牛奶。很庸俗。面膜。也很庸俗。到底什么？这是个好男人，让你们看一下。洗衣粉、洗洁精，这也能泡澡啊？看这段话哦，自己读给他听。虽然我很爱美，但是我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男生。如果今天你不离开我，我会好好对你，家务活我全包了，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厨房，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自己一个人全包了，不会让你做任何事。女生的箱子很轻，只有一张纸条，你读吧。今年你过生日的时候，你那些异性朋友寄给你的各种名牌化妆品，并不是没有寄到，而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偷偷给你丢掉了。我真的很受不了你这个习惯，所以我跟你说没有寄到，但这是我对你唯一的秘密，希望你可以原谅。前面这巴掌打得我好疼，然后后面最后一句话让我觉得化妆品没有可以再买，但女朋友没有了就再回不来了。我刚才还忘记说了，一个男生花大部分的时间来捯饬自己，除了没时间修养之外，估计也没什么时间出去偷人了，应该会非常忠诚，再加上现在又打扫家务啊，所以他对你应该是100%的忠诚。幸福吗？算幸福的。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啊，好可爱呀、啊、谢谢你啊、哦、太可爱。这赵川妹妹，这你侄子吗？像不像？像，好可爱哦、啊、感谢杰丽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我觉得他们那句广告语特别好，叫爱要有你才完美。同时呢，我要感谢一下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对本节目订婚嘉宾的一份心意，他们会送他们一套价值100,000的一个婚纱摄影套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这一对年轻的朋友，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完成这样一个求婚仪式。爱要有你才完美，护肤有你才完美，我做家务的时候要有你在才完美，不管你还虐不虐待我，我都愿意我身边的人是你。你答应我以后不准不接我电话了，要多陪陪我，还有不要再迟到了。
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提啊。我们要求女生强吻男生。你看那女生亲男生的男生脸上那个娇羞劲儿啊。哎，我特别喜欢音效老师配的那个哎呀。哎呀。我突然在想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像涂磊这一个类型的男人的话，女人也觉得很无趣，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男生嘛。两位，我觉得这个你们一定要带走，扭转战局的，记住你的承诺，我的世界里没有秘密了，希望你们开诚布公的好好爱彼此，祝幸福，两位请回。人生其实很丰富，你要的是什么应该自己去选择。接下来你们会看到另外一对嘉宾朋友，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特征，就是反差，让我们来了解他们的背景资料。我女朋友是个很高挑很漂亮的女孩，她比我高10公分，在我们双方的朋友甚至在我们逛街的路人议论声中，我能感觉到问题的存在，我们因此争吵过，甚至爆发到最后我们分开了，我非常的伤心难过。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有一个女店员，她表现出对我很关心，我能感觉到她是喜欢我的。后来我跟我女朋友又和好了，我们又过回了以前开心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女店员她依然没有放弃。我女朋友知道这些之后，他们俩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好。我想在工作和爱情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其实在女生的心里，这种高矮的反差并不构成对于这段情感的伤害。那么伤害这段情感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宋27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咖啡师；女主人公小张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走过来的嘉宾手里都提了一只密码箱，在这只密码箱里装着这对青年男女彼此没有告诉对方的一个秘密。你们愿意公开这个秘密吗？愿意。我愿意。好，谢谢。男生你有多高？净身高174。女生你有多高？净身高183。我有一个要求哈，我不该提，但是我相信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会有这样的情形，被路人或别人看到的。两位能站在一起吗？好，谢谢你们，两位请回。认识多久？2年半了。今天你为什么来？他跟他店里面一个员工老是纠缠不清，比较暧昧，所以我想让他把他给辞退掉。别自私了行吗？你上次走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子，你现在回来了你还要把人家给辞了。我哪有自私啊，你们两个太暧昧了吧。主持人你知道不，我去他店里面找他的时候，他那个店员他跑过来就是跟我说，你不是跟他分手了吗？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你现在怎么这时候回来？他说要是我没回来的话，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一起2年半，确实是因为他高，当初吸引到我了。刚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双方的朋友上，我们一起逛街，有时候路人他们都会在背后议论，我就心里会觉得不是滋味。然后我们会因为这些问题会争吵。争吵完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分开了。为什么分开？他跟别人给跑了。啊，我跟别人跑了呀。之前我朋友就不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说我们外在各方面条件我们两个都不搭配在一块儿。然后当时不是我们两个闹冷战吗？你也没理我。然后我朋友当时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异性认识。就是说是因为他的朋友给他介绍了男朋友，所以你们分开的是吧？那个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因为身高吧，我已经忍够了。哦，你不想再忍了。对，你看他今天穿的高跟鞋还算矮的，平常都是10公分以上。我穿高跟鞋怎么了？哪个女生不穿高跟鞋吗？对，我受不了了。
那走了就走了，干嘛还回来找他？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还是不够懂我吧，感觉没有他好。你跟他分手之后跟一个男生有过接触，对不对？对，在一起两三个月，尝试在一起，然后那个男生觉得不行。对，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他店员老是暧昧不清的，而且我叫他把他辞了他还说不辞。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啊。我觉得 你明知道他喜欢你，你把他留在店里什么意思啊？你不觉得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吗？他要是哪天爆炸了怎么办？当时我身边强总理他就是个定时炸弹。你说走就走，你说回来就回来，你走的时候好你舒服了，你留我一个人在那，你知道我多难受吗？好，你现在回来我当然开心，但是你无缘无故不能把他给辞了呀。你走的时候他在那段时间在关心我、在工作上面鼓励我，我们在一起工作而已，没有特殊的关系。好，你们算情绪宣泄完了，容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你能明确一下现在你怎么确认你跟对面那个女孩的关系？前女友、现女友？现女友。好，如果你明确了她的身份是你的现女友的话，那你可能跟其他的女生如果暧昧的话就不行，对不对？没有啊，你不把他辞了，你就是想脚踏两只船吗？哪有？他跟那个女生就是单独会去看电影，然后一起吃饭，一起逛街，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秀恩爱，有照片。那段时间不是我们的冷战期吗？我们分开了呀，天天在一起工作，他是我的店员，工作完了之后我可以有权选择我的怎样去交际。好，那我现在再明确一个问题，你跟那个女店员有没有过交往？没有。他所说的看电影有没有看过？有。那个店员从他开张就一直在店里，我就看过他手机，那个女生每天会跟他发早安晚安，而且还提醒他吃饭，有的时候甚至他在家里面做饭送过来爱心便当吧，就是给你吃，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女店员跟他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对。因此你现在希望让他把他的店员辞退？对。你不辞退的理由是什么？首先第一，我是一个自主创业的第一步，我的资金我的精力有限，我没有办法再花半年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培养一个这样熟悉业务跟这么优秀的店员。第二个的话，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喜欢你吗？我能感觉得到他是吧。你能处理好跟他的关系吗？当然。今天两位的箱子里都带了一些各自的秘密来，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会对他们两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人大概是这组关系里的关键，这就是女朋友心目当中的横刀夺爱者。让我们请出这位女士来，有请。欢迎你哈。喜欢老板吗？最开始我就一直很喜欢他，当时是鉴于他有女朋友，所以我并没有对他表示心意。后来他走了吗？他一个人在这儿伤心难过，一直都是我在安慰他，然后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了，结果还要把我辞掉。可是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你现在还在他这店里面，你好意思吗？我怎么不好意思？我做错什么了吗？当时你走了，你留他一个人在这儿，你想过他吗？但是他喜欢的是我呀，我现在回来了，我觉得就是他最细心，他最懂我，我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再说你们两个到底相配吗？我们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才是最相配的吗？你不信让大家看看。谁说跟你配了？来，你们要不然都站中间来了。看，老板明确一下关系，这位是他是我们从开业一直到现在的老员工。这位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明确了关系这事儿就好办了，归位吧，你们都挺厉害的。来来来来来，姑娘来来，在他离开的时候不在的时候，你们发展过吗？我多次也是告诉他我喜欢他，但是他并没有就是就跟我说。只是你喜欢人家，人家并没有也喜欢上你，对不对？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啊，那他喜欢你为什么他说那是他的女朋友，你只是个店员呢？我帮他问一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如果他不跟你好的话，你会选择主动辞职吗？不会。为什么不会？我不想放弃。你不想放弃这份工作，还是不想放弃这个男人？不想放弃他。那如果他就把你开掉了，你不更尴尬吗？你会吗？你不开了他吗？其实熊猫你也知道，我一直是有女朋友的，
我的心里也一直装着我女朋友。不错，我是喜欢你，我喜欢的是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学习能力，你在工作上面能帮我，我只是看到我们搭档的一面。那个时候吻我是什么意思啊？他吻过你哈？对。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熊猫，主持人我也跟你交代清楚哈，我跟我女朋友刚分手，那天只是喝多了，我把你当作他吻了一下而已。你是设计好了吗？你把我当备胎是吗？不是这样子的。好问题哦，我只能说对不起。那你开不开他呢？不能开。如果说一定要在拍档和女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谁？我选择工作搭档。你选拍档不选女朋友？因为我现在是在自主创业。如果你的女朋友说你不把这个员工开掉我们就分手，你是选你的女朋友还是选择把熊猫开掉？我选择事业，但是我会跟他好好说。当你的老板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会留下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高兴吗？你不是不想走吗？但是我希望是女朋友。当他说我宁可选择他做我的拍档，因为我要我的事业，也不会跟你继续发展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看他怎么选择吧，我相信他。好吧，今天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我们请您来只是希望您把您对他的感受和他对您的感受说清楚一些，谢谢您哈。希望我这段时间对你的付出不会白费吧，我看你。谢谢啊，请回。我相信我们的情感观察员和我们的爱情导师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注意到这个男生一上来说到他跟这个女孩相识的时候用了一个词，你说当时是他的身高吸引了你。是的。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他除了身高是你喜欢之外的其他的优点吗？他是一个挺单纯的人，平常会做一些很可爱的事。我可能比较大男人一点，我喜欢去照顾一个像他这样不懂事的女孩子，希望帮她成长。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可能看到她的另一些善良孝顺。好，我刚刚又有发现到另外一点，就是你们刚刚那个熊猫上台的时候哈，那个熊猫他穿的是平底鞋，他身高本来就没有你高，但他又穿了平底鞋，表示说他很在意这个身高对于你心理上面的压力。但是你女朋友知道她的身高还比你高，但是她还是穿了高跟鞋，你会感触到那个熊猫对你的心意摆在那个鞋子上面吗？我能感觉到，但是我的心已经被……所以不管她要穿高跟鞋还是穿平底鞋，你都觉得说你会喜欢的是你女朋友。对，其实最开始而言，我追她我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里，一个男人要征服一个女人，不只是在身高上面征服她，而是要把她的心给征服。我个人觉得你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中国男人的心态，就是你既希望在爱情得到这种可以呵护她的感觉，但是你也不会在事业上放松，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拍档帮你完成你的人生梦想，那一边是你的生活梦想，一边是你的人生大计。你今天其实一直在中间游移，你明知道这个人喜欢你，他就在你的店里，而且你们曾经吻过，可是你也不拒绝他，你让他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的，始终带着希望，不能绝望，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最残忍的结局。你始终还要告诉别人这才是我正牌女友，而他只是我的员工，可是对那个女生来说非常不公平，你让他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问题身高一定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间那个女孩子。我特别同意这个周群的说法，男生当断则断。所以我今天上来是想解决这件事情，我想咨询老师们的看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你需要跟熊猫好好的聊一聊，不是说你开掉他就是对他不负责任，我觉得你留着他对他更残忍。同时我想跟女孩说，他已经选你了，他说他喜欢你是因为你单纯，因为你简单，可是你不能仗着你单纯和简单你就可以不懂事。就像刚才嘉宾也谈到你的高跟鞋，你说哪个女孩不穿高跟鞋，熊猫上来就没有穿高跟鞋，你会觉得他一直宠着你，一直爱着你，你不管让他做什么他都应该去做，你走了就走了，
你回来你就再回来，那你当他是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你真心爱这个男人，你要学会去包容他。你以为他把他开掉了这事儿就解决了吗？他如果真的喜欢那个女人，他即便是把他开掉了，他们还是有可能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坚信他对你的那份爱。如果你不信任，你可以离开他；如果你信任，你就不要再去怀疑他，不然你也会活得特别的痛苦。从总体上来说，今天节目两人在场上的表现就让我们想到五个字，那就是谁也没闲着。通常比较平凡的男生和比较优秀的女生在一起，总会有一些经典的桥段，那便是平凡的男生在原地驻足观望，苦苦守望，苦苦等待，而那个优秀的女生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一次又一次受到伤害之后，默然神伤地选择了这位平凡的男生，于是两个人非常幸福地走在一起。表面上大家伙都欢呼，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色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真正悲惨的是熊猫。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想说一句话：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后走在一起，梁思成问林徽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这句话很难回答，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释给你。多半的生活当中，两人之间差距太大，优秀的女士和平凡的男士若是能够走在一起，有一个必然条件，那就是优秀的女神心已经静了，她不再为外面的炫花夺目而诱惑，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而所谓平凡的男生，如果想要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女神，他必须也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他坚强、博大而宽容。但是你们问问你们自己，你的心静了吗？你够坚强、够包容？我所看到的是没有。我对你们的爱情是不抱太多的祝愿，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男士有着平凡的外表，却有着一颗不平凡的心；女士虽然有着下嫁的心态，但你的心却永远在等待。就这样，其实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其实像刚刚专家给我的建议啊，其实我有在想，我到底应该让熊猫何去何从。我也不是利用他、我只是在我们工作中间能感受得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开了这个女人，你们就真的幸福了吗？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对不起熊猫，要是我换作是他的话，我熊猫最大的悲哀就是填补了你们之间那点身高的差距，你比他高的那部分就是熊猫的那部分。其实你不用在意熊猫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安排他了，他不会成为我们爱情上面的阻碍的，好吗？请你相信我。我的揣测在想，那个箱子里很有可能是关于熊猫命运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安排别人的命运呢？靠什么呢？我要提醒的是，如果真是如我所推测的那样，你倒真应该考虑了。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我不光现在跟你说，我以后也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人成为我们爱情路上面的阻碍。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其实从一开始你追求我的时候，朋友就不是很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我确实被你感动了，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真的也不容易。如果你觉得我身高上面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的话，我可以为了你，我猜是为了你不再穿高跟鞋。好了，两位请交换你们彼此隐藏对方的秘密吧。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是熊猫，看到这样的局面，你是选择辞职离开，还是等待你的老板为你做安排，留下亦或开掉你？
自己选择辞职离开，请选赞同；等待老板开掉你，请选反对。87.5%的人，来，我问问他们吧。你选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我选择的是赞成，我想要他自己选择放弃那个男生。你如果是熊猫的话，你会选择自己离开，对不对？对。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奇妙就在那口箱子里，因为那个秘密真的在他们没有公开之前，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这个秘密被公开之后，对两个人的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吧。一起数五个数，5、4、3、2、1，请开门。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定，箱子出来就要公示秘密嘛。如果一方选择把箱子不带出来的话，就意味着他要为对方隐藏那个秘密。我来看看女生给男生写的是什么。叶芝，你自己来读。亲爱的，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身高的问题，也没有嫌弃过你。如果你介意的话，为了你，我可以不再穿高跟鞋。有什么话跟熊猫说？还是对不起啊？熊猫一定得走吗？其实要是他跟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我无所谓啊，因为我在意的是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其实高跟鞋脱掉以后没那么大的差距哈，挺人为的。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小花童。把戒指给手，来，手拉着手。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女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在这里要感谢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价值万元的婚纱摄影套。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他们自己。好啦，这个是一定要抱下去的啊！啊，这一定要抱下去。对，来嘛。一只箱子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啊，这箱子多么的神奇。从今天开始，它将常伴我们的左右，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惊喜。在这样一个元旦的夜晚，我们见证了两对情侣的牵手和订婚。新年来了嘛，老师们肯定有很多话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杰利亚爱情保鲜剂。在相爱中的两个人，他们都在爱情当中不断地去练习思念，练习包容，练习体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学会放手。因为不懂放手，皆为困兽。不要因为对方优秀而不敢，也不要因为对方平凡而嫌弃。谢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当然还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支持我们的节目。各位新年快乐，明天见。